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坤，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。本期咱们来看一下，好的，第一局坤姐录用吧，我勒个去，这是一个什么标题？没有包含任何信息啊，甚至选将我们都要来猜啊，但是我就不猜，是吧？因为再过两到三秒，或者甚至一秒，它就会出结果，我还猜了干啥呢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是吧？好的，第一局的话，我们是一个贾大爷的内奸。那么教主局啊，教主局的话，这个周泰当忠臣的话，能很好的保护教主啊。比如说教主怕偷牌牛，你如果周泰是忠臣的话，就可以坑一坑张合理。然后这个甄姬，如果我就这个意思，如果甄姬是忠臣的话，教主敢于给他改的话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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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虽说甄姬飙风无疆，但在教主局那就是有发挥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就直接拆了铁主的曹植啊，是吧？跟着主公司令走啊，绑着铁锁呀，对不对？那么南蛮的话，你们慢点玩，对不对？你们爱打谁打谁，反正我们就是一个，哼，就这点强度吗？对不对？注意啊，改版以后啊，当然改的可能已经有一年了，就是放南蛮的时候，就是瞬间七个人同时成为目标，那个时候咱们就已经触发帷幕了，而不是说结算和你结算周泰结算他咱们才触发帷幕啊，刚放的时候就触发。你看到没有，保护教主啊，强力保护教主，还要保护美女，那这个家伙是忠臣跟美女都得了，他不可能是内奸的啊。至于为什么，不一定说他打这么中就不是内奸，他反正就是不是内奸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卡掉了吧，对不对？你就算是再怂，你的铁锁不能直接送曹植呀，是吧？这个应该是卡掉了，应该是卡机了，瞬间卡机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出手。我们出手，地球一抖，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那么他有一些牌是捡的草花啊，剩下的牌只要没有闪九桃，光九思是救不了他的命的，所以我们直接九杀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小手啊，其实是有针对性的，传说中的撸一身装备再说，是吧？作为一个大内奸，要的就是一身装备，所以我们就是这么烧，对不对？哪怕是反正已经死一个，我们依然奉反贼的装备，因为其他这几个人状态还是可以的。然而周泰的状态不是太好了，虽说有17滴血，但他没有太多牌啊，17滴血有什么用呢？再说了，这个时候是吧，张合你打甄姬估计也打不动，所以说会帮你打他，所以这17滴血应该也很快的，也很快的。你看这又控一滴，又控一滴，瞬间打了2滴血，再加一个九杀，足，对不对？17滴血的缩影直接先足掉呗。如果没有相同的九杀就跟杀差不多了，但是有相同的就不一样了，九杀就是九杀，还是起点作用的。哎，漂亮，我不打无懈了，我不让你死，我利用你的菊花抱一下忠臣，对不对？现在忠臣有点一家独大了。那么甄姬防御强归强啊，但是有条件，建立在你存得住牌。你如果血线下去了，只要你没逃，我还怕你防御强？开玩笑，你没逃我照样玩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当然这个地方估计甄姬一把黑能有逃吗？酒倒是有不少，但是酒不能涨血呀，对不对？酒也是，你能涨血？你有本事把血线撑起来，我只认你的血线，我不认你有多少牌。哪怕你猜猜猜，然后什么之类的九杀，所持的人头也不是你的。保一块，保一下，不能死在忠臣手上，别本来没桃突然来桃了。那么我们的乱舞神技还没有用啊，这个地方让这一切都去死吧，就他们都死了，他们都死，那么就死。他被沈家一卡死啊，只要不是九桃，他必死无疑。有桃有杀不能杀的啊，因为杀要执行两步啊，第一步选目标没有问题，他都有沈家一，那么这些人同时坠金，这所有人同时坠金。第二步，你可以选择四个人中的第一任意一个，就是第一步。但是第二步使用杀，你不具备杀的使用条件，所以说你给我憋死，四杀也不能杀。两个沈佳宜直接交做人了。那么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刚才发动过横，只有这种程度嘛，那就会一直发动下去啊。所以我们都不带拆闪电的啊，不带拆闪电的。早晚有一天雷着你啊，你改判，你能改判一时，能改判一世？你有那么多改判牌？是不是啊？那闪电不转，教你做人，那根本不朝我们头上走，是吧？就盯着你了，是不是？
逮着逮着你雷，那你最终肯定也是一个被雷的命运啊。那么他被雷其实挺好的，要的就是他被雷啊，他不被雷我们还得瑟个啥，对不对？当然其实他不被雷的话，我们教主状态不好我们也干得翻他的，我们满血神装啊也干得翻他，只不过有闪电效率高一点嘛。好的，这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前卫大忠臣呐、啊、前卫大忠臣，哇，全男赢阵亡，全男赢，哦错了，有一个人妖，二后卫是个人妖。那么小胖的话看他忙放拳嘛，当然有一些装备防具之类的一般不会放拳，但这个地方如果要放拳的话，田将军，我说如果啊，我们不一定是最佳人选，那个可能借黄盖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吧，不放拳就不放拳啊，如果放拳我们那更好，但是他不知道我们是忠臣了。你看他这个地方就不连小胖就来连我们了，这个曹昂是吧，当忠臣没用啊，所以说人家其实是跳忠啊，但是还连了我们，那其实我们也是忠哦。哎呀，没有办法呀，这个挂两个装备再说，然后大丈夫何惧小节，那么这个地方一挂过破敌军阵，父亲定会刮目相看，应该要破主中方。哎，他这个地方啊破了左慈没有问题，左慈绝对是跳中了、啊、但是你破孙权，你难道说瞧不起黄盖吗？黄盖就不能是主攻方的人吗？那么如果说你刘峰跳内的话是吧，那因为前面跳俩中，但是我们当时没刀，好吧，可能别人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所以他在是拿了一个，他拿了一个未知。但是黄盖跳反贼了，黄盖不是你想象的跳中啊，黄盖是跳反贼了。那么刘峰可能是跳内，也有可能是跳反，因为他扒了左慈是稳的，对不对？孙权在小胖局也能当中内。哎呀，桃园结义啊，这个曹昂果然反贼啊，曹昂果然反贼，当然没什么好果然的了，他不是反贼反而不正常。桃园结义，哎呀这么好啊，这么好，这二张居然这么好，好吧，那不管他了，不管他。那么我们这帮铁锁有的事干，有的是事干，金乡之地气给二张，注意啊，他不是刘表啊，所以说他是气出来的啊，直接气出来的啊，他是有摸牌没手牌啊，我说那个是守住牌，把牌守住，摸到是摸上来了，但是没有把它守住啊，我知道啥意思，他不是刘表，所以他能给二张气大量的牌，他的也是相当的信任二张啊，相当的信任二张。那么刘峰是反贼啊，刘峰是反贼的话，其实第一回合没有必要忙扒孙权啊，哪怕你扒祖宗，或者是不只扒一个，或者是当然他可能有他的想法，比如说孙权在他旁边，如果孙权是中内，对刘峰会进行重创啊，所以有一点小自私啊，他在他旁边嘛，扒的是李靖和自己，对自己威胁大的嘛，有这个想法，我估计有这个想法。哎呀，可惜黄盖不是我们的啊，但是我们捡一个二张其实也是不错的哦，对不对？二张也是不错的呀，对吧？只要能肯给我们牌，给嘛，给嘛，给嘛，火攻。好吧，那个曹昂掉线了，是媳妇给他挤走了，那么不要紧啊，他其实他不掉线他也做不了，只要你现在回来其实对战局没太大影响，是吧，保护黄盖啊，你现在是吧，是吧，回来也不晚，也没有趁着你掉线的时候我们去打黄盖嘛，对不对？这可如何是好，不要放全二张啊，二张虽说拍比较多，但都是捡的啊，让别人的时候他可能更容易捡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其实主攻放权左慈是有想法的，是想让左慈去用自首啊，哪怕是第一次自首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次出牌，但是表叔说我不是表叔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表叔，我如果自首的话，第二次再出牌也只能留两牌起家，两牌启动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个地方直播间里那个弹幕没关啊，直播间的弹幕没关。那么同时提醒大家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是摸到了一个神南蛮，对，我就提醒你摸到一个神南蛮。好的，那么南蛮绝对是升级卡牌啊，对于你点来讲，那么咱们这个南蛮入侵，南蛮入侵，妈妈都入侵了啊，开始妈妈入侵。那么妈妈入侵的话，你们这帮人还不赶紧回去吃饭，对不对？该吃饭吃饭了，同志们。这个牌的话好像也就只有一杀的输出了，这个牌
乐不思蜀。你且说答案怎么办？重铸，好吧，骚货，重铸了半天，有我殿后，最后才重铸，没有说先重铸。任贤使能。那么其实我刚才其实说提醒你们，提醒一个啥呢，其实是不是说真的提醒你南蛮是一张神卡牌啊，你如果说这么长时间疑点对于南蛮的热爱你如果还感受不到的话，有点说不过去啊，有点说不过去。那么我到底要提醒什么呢？提醒大家现在坤姐每天晚上都在直播啊，每天晚上都在直播，20至24点在战旗直播间直播啊。那么直播间地址3w.战旗.tv/11355，或者是3w.战旗.tv/SP 张坤。如果实在还不知道的话，去解说首页看一下，那个解说首页最上面的那张图一点，咔就进直播间了。好的，那么二张内奸一跳啊，可能不会再任性的帮他了啊。这个地方，那么咱们自己来呗。只要曹昂能死，我们这个是吧，干出点成绩还是很容易的啊。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功。先重铸，这个地方铁手没必要粘人了，那么直接放吧，直接放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放了以后是吧，能打无懈打无懈，没来无懈咱有桃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个乐，这应该来讲，如果二张天过乐的情况下，小胖有未知手牌，假设没有那一个无懈啊，小胖有未知手牌，我们贴了一个乐，小胖还有享乐，还是有很多重防护的啊，所以说主公没那么容易死。当然是吧，你万箭肯定要放了，当时是吧，你不放也得放了，逼着你放了，它效果是正面的啊。好的，这局的话海选离点当内奸，换将，换将的话已经换到陆神将了，这个不表示表示是吧。好的，这个应该不是太老的录像啊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最起码啊，这是界限突破，那也就是说不是说什么3-5年前之类的那种录像嘛，对吧？那这两个神将还是挺少见的啊，挺少见的，毕竟大家都是100好多级的嘛，还是挺少见的。那么不管那个他们选神将也打不过我们这种神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乱世真神，他们只是有神这个字儿，你这个字儿不代表你真正的有这个神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让我们乱世真神教教他们啊。那么他直接偷了主公跟他，然后应该是这样的吧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啊，桃子直接吃啊，那不要说把空着凉血过啊，直接吃桃子，直接对，就这么过了吧。哎呦我了个去，内奸直接开局放木马，这是什么高调的做法？太高调了啊，太高调了。当然这个元素比较猥琐，没动，当然肯定是没杀。那么群无畏都有，熟也有，那么元素摸牌量还是挺高的啊。避其锋芒，权且忍让，这是大忠臣啊，同志们，啥概念？这其实都是反贼了啊，这其实都是反贼。当然得看情况，看有没有人装，应该来讲还是比较清晰的他俩。那我们肯定救啊，我没必要放你个人头，实在不行我们自己拿人头都行，对不对？没必要放给你。那么哎呀，好吧，拿一个人头，这时候反贼肯定会放行的，我们跳的是反，我们这个时候直接干宁桐，直接干宁桐，对，就这样，啊，就这样。他其实打宁桐，我们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他可能要开大的，但他现在还没有，不代表他就斩不够六个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主动去造成伤害，或者是承受伤害。都可以搞六个，搞六个开大的话，这个哎算了，提前没有了，提前没有了也行，没有就没有了呗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时候状态还可以啊。闪，当然不闪的话也是吃桃啊，反正他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去开那个大啊。这个时候你这些装备什么的不一定是你的啊，不一定是你的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，他如果开一个大，可能其他人牌都光了，但是有一个人光不了。就是我们乱世真神啊，就是有这份霸气在里面啊，有这份霸气在里面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内奸，这是内奸，当然是假内奸啊，在他眼里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他这个时候又跳出来，那可能在别人眼里是这样的啊，其实在我们眼里就是这样的。好吧，他估计要开大了。
哎呦，没有开大，赶紧吃啊！没有开大就赶紧吃啊！开大的话就只能吃一个了，因为你要求桃，所以还是能先求桃的。但是这样就挺好了，这样就挺好了，我们直接杀元素了啊！当然，你说我们为了联营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杀主公啊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联营而杀元素啊，而确实是我们不是反敌啊。你就这么一个哑炮，你就一个哑炮，这太哑炮了啊！那个顺便带一下刘峰嘛，破敌军阵。父亲定会刮目相看。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一开大的话，这要八死多少人呢？赶紧吃。所以说扒不掉我们的桃的，我们赶紧吃，然后牌还光不了，光不了啊，光不了，其他人都光了，我们光不了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不要去九杀周瑜了啊，搞不定你啊！不要这样，你的主攻血还很多，还带装备，这个时候主中方好像有优势啊，桃园都不开，你这个想直接坑死我们陆神将的节奏啊！这个不怕断杀，不怕断杀，有那么多力，来呀，削我们呀！你敢收我们的力吗？对吧？你收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好的，南蛮入侵，坑死刘峰啊！以主要目的，以坑死刘峰为主要目的。杀。这个地方不可能去九杀周瑜啊，九杀周瑜自己就没有防御牌了，那也不可能杀一刀周瑜啊，杀一刀周瑜那不是送主公人头吗？所以说只能砍主公了啊，只能砍主公。那么神奇的顺走千言，顺走千言，好吧，就这样了吧。主公也只有两滴血，哎呀，这个回合外收人头的能力你不得不服啊，回合外收人头，因为周瑜他没有续报啊，所以说他来杀是没有那么容易的，这也不算什么人品好之类的，这纯属正常。来吧，咱俩对决一下，你这个拥有神智的神跟我们乱世真神来比一比，你这个还是棋差一着的啊，这绝对是棋差一着的啊，不是说这个没有差别的，这强度就是硬生生的摆在这儿啊。你开大的时候那么多人都空了都虚了，有谁还能说我有手牌是吧，我还能继续咔咔咔杀杀杀，那不一样的啊，那毕竟是有这么牛逼的表现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承认我们牛逼是不行的啊，你不承认有什么用，你有本事打赢我们呀，你还不是打不赢吗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是离点，我勒个去，五秒房，当然这个地方只是房间的命名叫五秒啥啥啥，但不代表他们实际是五秒啊，那个这个竹田这个风骚的走位还是有可能是五秒的啊。那么这个曹丕的铁锁还是施威的力度还是比较到位的啊，在五秒钟之内绑了两个反贼啊，脸两个反贼脸，但其实也比较好绑啊，毕竟主流主攻嘛，这个大家对他太熟了，对曹丕太熟了。我勒个去，这小手一烧，这个不拆主攻就算了，还拆掉我们一张牌也就算了，拆了我们最宝贵的一张牌，这个仇不报非君子啊，一定要去报这个仇。啊，元素直接预喜在手，可能是反应不过来，十张牌你看装备不知道在哪儿点，顺手牵羊不知道顺，当然啊，如果是反贼的话也不会去顺他，反正元素就这么摸牌起牌了，有可能是时间不够用，你看这太子是不是毒条，哎呀，这分分钟用手残饱和了、最终决定拼主攻，还是忠诚啊，还是忠诚、差一点就不知道，差一点就时间超时了，这五秒房不好、不好，就在那你有些时候不是你思维的结果啊，你必须得提前进行思考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思考火攻谁了啊，然后寻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啊，我们寻寻看牌，然后可以是吧，先无脑点确定可以争取一点啊，来个区先保命再说了，要九杀我们了，还好有一个神奇的球，那么不要送行伤啊，这个地方自己还有再战之力的啊，哪怕是这个时候给他再攻输出牌把我们给搞翻的话也不怕，我们再行伤嘛，对，不要急着送行伤。来，赶紧无脑众将死战，众将死战，对，先无脑众将死战，南蛮先无脑拿下来，然后中中生有，然后南蛮开出去，然后看曹丕怎么玩。这个地方曹丕的态度很重要啊，他是直接不卖，不卖也好，卖给太子师卖点输出啊，当然太子师本身的杀也不是足够多的，所以说太子师肯定会卖，我们还一人捡一张牌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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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你看，刚走出一点，刚走出一点，有一种紧迫感在里边啊，有一种紧迫感在里边。但可能这审核是也不知道是五秒房，一般是不通过五秒房的录像的啊。他可能审核的是不知道啊，这个没办法呀、我其实也不知道，我是无形中瞅到这儿有一个房间的命名。好，神奇的无线没被他扒掉，开始动一动，地球抖三抖。我勒个去，就这么抖了。其实可以后贴乐子，先拼他，看他牌比较多，他就拿最大点之类的。当然了，五秒房啊，不要因小失大啊！别说哎呀，我先拼点还是先怎么找谁拼呀、啊？啥啥啥？你别搞着搞着时间超时了没贴出去，这个是最亏的了。你有些时候针对不同的策略啊，哪怕错不能不这个说损失最大，对不对？尽量搞点收益。胜乃可全。好，桃子。其实不需要拿杀啊，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不需要拿杀呢？因为你这个南蛮开出去，你觉得你会断杀吗？对不对？神奇的南蛮都来了，你看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杀，难道说要来传说中的诸葛鲶鱼吗？啊，想多了，想多了，这个真心是属于想多系列啊，想多系列。雷杀。那么马超被翻面啊，甚至元素都没被翻面啊，那个一直在翻马超啊，那难道说因为元素没距离，马超不需要距离就能坑曹丕？所以说有可能是这样的啊，即使元素过牌量大一点，元素没距离，有距离也不一定敢杀曹丕，咋样咋样，所以一直在翻马超啊。那么可能这个时候马超越翻越多的时候，前面还是顶得住，比如说闪闪，后边呢，后边顶不住了以后会怎么样？开始扒牌了啊！开始扒牌了，开始扒牌了，那个骚累，但是帮你杀马超还是挺犀利的啊！马超一旦一死，最大的赢家是曹丕啊！当然内奸收三张反贼牌也是小赢家啊！看那个马超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怀疑啊，我真心怀疑啊，这个地方刷牌，一人一张，然后配合放逐，我真心怀疑曹丕一直这样翻他就是有一个目的，我要行赏你哦。我要行赏你哦，马超，你做好被逮的准备了吗？你做好被逮的准备了吗？救天下，他自己救了，他肯定还是有战斗力的啊！哪怕人品好，我摸一个点摸一个杀，还是可以的杀。你看这个收益很高啊！你不要以为只砍了一刀啊，这反贼的桃子已经岌岌可危了啊！你看马超那么多牌都没桃了，虽说没死人，可能意味着马超一会儿就要送人头了啊！作为内奸的话，如果孙坚如果是忠臣，这个时候肯定不会扒马超的，马超已经没什么价值了，他哪怕去扒袁术或者是怎样怎样，或者是补牌，都不可能扒马超的。但是内奸必须有内奸的想法，你这个你怪不了的，你不可能怪他，对不对？人家有人家的想法，那么人头过来。我勒个去，真的收人头喽！赶紧斧子，主公拿一把斧子，主公拿一把斧子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自信他们没逃，我就敢赌他们没逃，咋样？刚死一个那么多牌的马超，你想一下。来，管杀还管来，快点啊，赶紧啊，搞点挥点血呀、啊！没有吗？肯定没桃了，行商的牌绝对是没桃的。你曹丕如果想从反贼头上行商到桃子，那个太难了，除非那个有些时候反贼相互那个收队友的时候可能，但这种情况明显不可能。啊，赶紧众将死战过点好牌！哎呀，被过乐了，过乐了还能干点事儿。酒就不要存着了，没有意义，你存一口酒没意义，你又不是那种将死之人，对不对？直接搞出去，然后一斧子一砸，然后来行商我有。拆手牌啊，拆手牌防爆。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桃子啊，然后我们是三个人摸牌啊，他也想打主攻，主攻有防具啊，有沈佳宜还有手牌，他还没有手牌，所以说精神压力过大直接投降了啊。当然我们也是有应对措施的啊，有桃子，对不对？有桃子，有过牌，主攻有防具，有防御，是吧？那么他精神压力过大是他的问题啊，我们就是坑他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最后传说中的谢谢大家。哎呀，最后一局节奏是有点快啊，不是说那局录像节奏有点快，是感觉那个读条的节奏有点快啊，读条的节奏有点快。那么不扯了，传说中的谢谢大家呗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
吃啊，那不要说把空着凉血过，直接吃桃子，直接对，就这么过了吧。哎呦，我勒个去！内奸直接开局放木马，这是什么高调的状啊？太高调了啊，太高调了！当然，因为袁术比较猥琐，没动，大家肯定是没杀。那么群无畏都有，熟也有，那么袁术摸牌量还是挺高的啊。避其锋芒，权且忍让，这是大忠臣啊，同志们，啥概念？这其实都是反贼了啊，这其实都是反贼。当然得看情况，看有没有人装，应该来讲还是比较清晰的他俩。那我们肯定救啊，我没必要放你个人头，实在不行我们自己拿人头都行，对不对？没必要放给你。那么哎呀，好吧，拿一个人头，这时候反贼肯定会放行的，我们跳的是反，那么这个时候直接干灵童，直接干灵童，对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他其实打灵童我们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啊他可能要开大的，但他现在还没有，不代表他就斩不够六个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主动去造成伤害或者是承受伤害都可以，搞六个，搞六个开大的话，这个哎算了，提前没有了，提前没有了也行，没有就没有了呗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时候状态还可以啊。闪，当然不闪的话也是吃桃啊，反正他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去开那个大啊。这个时候你这些装备什么的不一定是你的啊，不一定是你的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，他如果开一个大，可能其他人牌都光了，但是有一个人光不了，就是我们乱世真神啊，就是有这份霸气在里面啊，有这份霸气在里面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内奸，这是内奸，当然是假内奸啊，在他眼里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他这个时候又跳出来，那可能在别人眼里是这样的啊，其实在我们眼里就是这样的。好吧，他估计要开大了。哎呦，没有开大，赶紧吃啊！没有开大就赶紧吃啊！开大的话就只能吃一个了，因为你要求桃，所以还是能先求桃的。但是这样就挺好了，这样就挺好了，我们直接杀袁术了啊！当然，你说我们为了联营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杀主公啊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联营而杀袁术啊，而确实是我们不是反贼啊。你就这么一个哑炮，你就一个哑炮，这太哑炮了啊！那个顺便带一下刘峰嘛，破敌军阵。父亲定会刮目相看。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一开大的话，这要扒死多少人呢？赶紧吃。所以说扒不掉我们的桃的，我们赶紧吃，然后牌还光不了，光不了啊，光不了，其他人都光了，我们光不了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不要去九杀周瑜了啊，搞不定你啊，不要这样，你的主攻血还很多，还带装备，这个时候主中方好像有优势啊，桃园都不开，你这个想直接坑死我们陆神将的节奏啊，这个不怕断杀，不怕断杀，有那么多力，来呀，削我们呀，你敢收我们的力吗？对吧？你收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好的，南蛮入侵，坑死刘峰啊，以主要目的，以坑死刘峰为主要目的。这个地方不可能去九杀周瑜啊，九杀周瑜自己就没有防御牌了，那也不可能杀一刀周瑜啊，杀一刀周瑜那不是送主公人头吗？所以说只能砍主公了啊，只能砍主公。那么神奇的顺手牵羊，顺手牵羊，好吧，就这样了吧。主公也只有两滴血，哎呀，这个回合外收人头的能力你不得不服啊，回合外收人头，因为周瑜他没有续报啊，所以说他来杀是没有那么容易的，这也不算什么人品好之类的，这纯属正常。来吧，咱俩对决一下，你这个拥有神劲的神跟我们乱世真神来比一比，你这个还是棋差一着的啊，这绝对是棋差一着的啊，不是说这个没有差别的，这强度就是硬生生的摆在这儿啊。你开大的时候那么多人都空了都虚了，有谁还能说我有手牌是吧，我还能继续咔咔咔啥啥啥，那不一样的啊，那毕竟是有这么牛逼的表现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承认我们牛逼是不行的啊，你不承认有什么用，你有本事打赢我们呀，你还不是打不赢吗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是离点，我勒个去，五秒房，当然这个地方只是房间的命名叫五秒啥啥啥，但不代表他们实际是五秒啊，那个
这个竹田这个风骚的走位还是有可能是五秒的啊。那么这个曹丕的铁锁还是施威的力度还是比较到位的啊，在五秒钟之内绑了两个反贼啊，脸两个反贼脸。反正其实也比较好绑啊，毕竟主流主攻嘛，这个大家对他太熟了，对曹丕太熟了。我勒个去，这小手一烧，这个不拆主攻就算了，还拆掉我们一张牌也就算了，拆了我们最宝贵的一张牌，这个仇不报非君子啊，一定要去报这个仇。啊，袁术直接玉玺在手，可能是反应不过来，十张牌，你看装备不知道在哪儿点，顺手牵羊不知道顺，当然啊，如果是反贼的话也不会去顺他。粮草已反正袁术就这么摸牌起牌了，有可能是时间不够用。你看这太子师的毒条，哎呀，他分分钟用手残宝盒了。啊，最终决定拼主攻。还是忠诚啊，还是忠诚，差一点就不知道，差一点就时间超时了，这五秒防。不好啊，不好，就在那你有些时候不是你思维的结果啊，你必须得提前进行思考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思考火攻谁了啊，然后寻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啊，我们寻寻看牌，然后可以是吧，先无脑点确定可以争取一点啊，来个区先保命再说了，要九杀我们了，还好有一个神奇的球。那么不要送情商啊，这个地方自己还有再战之力的啊，哪怕是这个时候给他再攻输出牌把我们给搞翻的话也不怕，我们再情商嘛，对，不要急着送情商。来，赶紧无脑众将死战，众将死战，对，先无脑众将死战，南蛮先无脑拿下来，然后中中生有，然后南蛮开出去，然后看曹丕怎么玩。这个地方曹丕的态度很重要啊，他是直接不卖，不卖也好，卖给太子师卖点输出啊。当然太子师本身的杀也不是足够多的，所以说太子师肯定会卖，我们还一人捡一张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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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你看，刚走出一点，刚走出一点，有一种紧迫感在里边啊，有一种紧迫感在里边。但可能这审核是也不知道是五秒房啊，一般是不通过五秒房的录像的啊，他可能审核的是不知道啊，这个没办法的。我其实也不知道，我是无形中瞅到这儿有一个房间的命名。好，神奇的无限没被他扒掉，开始动一动，地球抖三抖。我勒个去，就这么抖了。其实可以后贴乐子，先拼他，看他牌比较多，他就拿最大点之类的。当然了，五秒方啊，不要因小失大啊！别说哎呀，我先拼点还是先怎么找谁拼呀、啊？啥啥啥？你别搞着搞着时间超时了没贴出去，这个是最亏的了。你有些时候针对不同的策略啊，哪怕错不能不这个说损失最大，对不对？尽量搞点收益。胜乃可全。好，桃子。其实不需要拿杀啊，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不需要拿杀呢？因为你这个南蛮开出去，你觉得你会断杀吗？对不对？神奇的蛮蛮都来了，你看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杀，难道说要来传说中的诸葛连鱼吗？啊，想多了，想多了，这个真心是属于想多系列啊，想多系列。没杀。那么马超被翻面啊，甚至袁术都没被翻面啊，那个什么给嘛给嘛，火攻。好吧，那个曹昂掉线了，是媳妇给他挤走了，那么不要紧啊，他其实他不掉线他也做不了，只要你现在回来其实对战局没太大影响，是吧，保护黄盖啊，你现在是吧回来也不晚，也没有趁着你掉线的时候我们去打黄盖嘛，对不对？这可如何是好，不要放全二张啊，二张虽说拍比较多但都是捡的啊，让别人的时候他可能更容易捡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其实主攻放权左慈是有想法的，是想让左慈去用自首啊，哪怕是第一次自首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次出牌，但是表叔说我不是表叔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表叔，我如果自首的话，第二次再出牌也只能留两牌起家，两牌启动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个地方直播间的那个弹幕没关啊，直播间的弹幕没关。那么同时提醒大家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是摸到了一个神南蛮，对，我就提醒你摸到一个神南蛮。好的，那么南蛮绝对是升级卡牌啊，对于你点来讲，那么咱们这个南蛮入侵，南蛮入侵，妈妈都入侵了啊。
开始妈妈入侵。那么妈妈入侵的话，你们这帮人还不赶紧回去吃饭，对不对？该吃饭吃饭了，同志们。这个牌的话，好像也就只有一杀的输出了。这个牌。乐不思蜀。你铁锁答案怎么办？重铸，好吧。骚货，重铸了半年，最后才重铸，没有说先重铸。任贤使能。那么其实我刚才其实说提醒你们，提醒一个啥呢，其实是不是说真的提醒你南蛮是一张神卡的啊。你如果说这么长时间离点对于南蛮的热爱你如果还感受不到的话，有点说不过去啊，有点说不过去。那么我到底要提醒什么呢？提醒大家，现在坤姐每天晚上都在直播啊，每天晚上都在直播，20至24点在战旗直播间直播啊。那么直播间地址3w.战旗.tv/11355，或者是3w.战旗.tv/SP张坤。如果实在还不知道的话，去解说首页看一下，那个解说首页最上面的那一张图一点，咔就进直播间了。好的，那么二张内奸一跳啊，可能不会再任性的帮他了啊。这个地方，那么咱们自己来呗。只要超昂能死，我们这个是吧，干出点成绩还是很容易的啊。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功。先重铸，这个地方铁锁没必要粘人了，那么直接放吧，直接放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放了以后是吧，能打无懈打无懈，没来无懈咱有桃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个乐，这应该来讲，如果二张天过乐的情况下，小胖有未知手牌，假设没有那一个无懈啊，小胖有未知手牌，我们贴了一个乐，小胖还有享乐，还是有很多重防护的啊，所以说主攻没那么容易死。当然是吧，你万箭肯定要放了，当时是吧，你不放也得放了，逼着你放了，那效果是正面的啊。好的，这局的话海选离点当内奸，换将，换将的话已经换到陆神将了，这个不表示表示是吧。好的，这个应该不是太老的录像啊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最起码啊，这是界限突破，那也就是说不是说什么3-5年前之类的那种录像嘛，对吧？那这两个神将还是挺少见的啊，挺少见的，毕竟大家都是100好多级的嘛，还是挺少见的。那么不管那个他们选神将也打不过我们这种神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乱世真神，他们只是有神这个字儿，你这个字儿不代表你真正的有这个神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让我们乱世真神教教他们啊。那么他直接偷了主公跟他，然后应该是这样的吧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啊，桃子直接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张坤，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。本期咱们来看一下，好的，第一局坤姐录用吧，我勒个去，这是一个什么标题，没有包含任何信息啊，甚至选将我们都要来猜啊，但是我就不猜是吧，因为再过2到3秒或者甚至1秒它就会出结果啊，猜了干啥呢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吧。好的，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贾大爷的内奸。那么教主局啊，教主局的话这个周泰当忠臣的话能很好的保护教主啊，比如说教主怕偷牌牛，你如果周泰是忠臣的话就可以坑一坑张合理，然后这个甄姬如果我就这个意思，如果甄姬是忠臣的话，教主敢于给他改的话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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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虽说甄姬飙风无疆，但在教主局那就是有发挥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就直接拆了铁主的曹植呀，是吧，跟着主公思乐走啊，往那铁锁呀，对不对？那么南蛮的话你们慢点玩，对不对？你们爱打谁打谁，反正我们就是一个哼，就这点强度吗，对不对？注意啊，改版以后啊，当然改的可能已经有一年了，就是放南蛮的时候就是瞬间7个人同时成为目标，那个时候咱们就已经触发帷幕了，而不是说结算和你结算周泰结算他咱们才触发帷幕啊，刚放的时候就触发。你看到没有，保护教主啊，强力保护教主，还要保护美女，那这个家伙是忠臣跟美女都得了，他不可能是内奸的啊。至于为什么，不一定说他打这么中就不是内奸，他反正就是不是内奸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卡掉了吧，对不对？你就算是再怂，你的铁锁不能直接送曹植呀，是吧？这个应该是卡掉了，应该是卡机了，瞬间卡机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出手。苍生无中生有，黄有
我们出手，地球一抖，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啊！那么他有一些牌是捡的草花啊，剩下的牌只要没有闪九桃，光九四是救不了他的命的，所以我们直接九杀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小手啊，其实是有针对性的，传说中的撸一身装备再说，是吧？作为一个大内奸，要的就是一身装备，所以我们就是这么烧，对不对？哪怕是。反正已经死一个，我们依然是反击的装备，因为其他这几个人状态还是可以的。然而周泰的状态不是太好了，虽说有17滴血，但他没有太多牌啊，17滴血有什么用呢？再说了，这个时候是吧，张和你打真机估计也打不动，所以说会帮你打他，所以这17滴血应该也很快的，也很快的。你看这又控一滴，又控一滴，瞬间打了2滴血，再加一个九杀，足，对不对？17滴血的缩影，直接先足掉呗。如果没有相同的九杀就跟杀差不多了，但是有相同的就不一样了，九杀就是九杀，还是起点作用的，还是起点作用的。哎，漂亮！我不打无懈了，我不让你死，我利用你的菊花爆一下忠诚，对不对？现在忠诚有点一家独大了。那么真机防御强归强啊，但是有条件，建立在你存得住牌。你如果血线下去了，只要你没逃，我还怕你防御强？开玩笑，你没逃，我照样玩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当然这个地方估计真机一把黑能有逃吗？酒倒是有不少，但是酒不能涨血呀，对不对？酒也是，你能涨血？你有本事把血线撑起来，我只认你的血线，我不认你有多少牌。哪怕你猜猜猜，然后什么之类的九杀，所吃的人头也不是你的。保一会儿，保一下，不能死在忠臣手上，别本来没桃突然来桃了。那么我们的乱舞神技还没有用啊，这个地方让这一切都去死吧，就他们都死了，他们都死了，那么就死，他被沈家一卡死啊，只要不是九桃他必死无疑，有桃有杀不能杀的啊，因为杀要执行两步，第一步选目标没有问题，他都有沈家一，那么这些人同时坠金，这所有人同时坠金，第二步你可以选择四个人中的第一任意一个，就是第一步，但是第二步使用杀你不具备杀的使用条件，所以说你给我憋死，四杀也不能杀，两个沈佳宜直接交做人了。那么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刚才发动过横只有这种程度嘛，那就会一直发动下去啊，所以我们都不带拆散电的啊，不带拆散电的，早晚有一天没着你啊，你改判，你能改判一时，能改判一世，你有那么多改判牌是不是啊？那闪电不转，教你做人，那根本不朝我们头上走，是吧？就盯着你了，是不是？逮着逮着你雷，那你最终肯定也是一个被雷的命运啊。那么他被雷其实挺好的，要的就是他被雷啊。他不被雷，我们还得瑟个啥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其实他不被雷的话，我们教主状态不好，我们也干得翻他的，我们满血神装啊，也干得翻他。只不过有闪电效率高一点嘛。好的，这一局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前卫大忠臣呐、啊，前卫大忠臣，哇，全蓝银阵容，全蓝银啊、哦，错了，有一个人妖，二后卫是个人妖。那么小胖的话，看他忙放拳嘛，当然有一些装备防具之类的，一般不会放拳。但这个地方如果要放拳的话，平将军。我说如果啊，我们不一定是最佳人选，那个可能借黄盖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吧，不放权就不放权啊，如果放权我们那更好，但是他不知道我们是忠臣了，你看他这个地方就不连小胖就来连我们了，这个曹昂是吧，当忠臣没用啊，所以说人家其实是跳忠啊，但是还连了我们，那其实我们也是忠哦，哎呀，没有办法呀，这个挂两个装备再说，然后大丈夫何惧小节，那么这个地方一挂过破敌军阵，父亲定会刮目相看，应该要破主中方。哎，他这个地方啊，破了左慈没有问题，左慈绝对是跳中啊，但是你破孙权，你难道说瞧不起黄盖吗？黄盖就不能是主中方的人吗？那么如果说你刘峰跳内的话是吧，那因为前面跳俩中，但是我们当时没刀，好吧，可能别人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所以他这是拿了一个，他拿了一个未知。但是黄盖跳反贼了，黄盖不是你想象的跳中啊，黄盖是跳反贼了。那么刘峰可能是跳内，也有可能是跳反，因为他扒了左慈是稳的，对不对？孙权在小胖局也能当中内，
哎呀，桃园结义啊，这个曹昂果然反对啊，曹昂果然反对，当然没什么好果然的了，他不是反对，反而不正常。桃园结义，哎呀，这么好，这么好，这二张居然这么好，好吧，那不管他了，不管他。那么我们这帮铁索有的事干，有的是事干。金乡之地气给二张，注意啊，他不是流表啊，所以说他是气出来的啊，直接气出来的啊，他是有摸牌没手牌啊。我说那个是守住牌，把牌守住，摸到是摸上来了，但是没有把他守住啊。我知道啥意思，他不是流表，所以他能给二张气大量的牌，他的也是相当的信任二张啊，相当的信任二张。那么刘峰是反贼啊，刘峰是反贼的话，其实第一回合没有必要忙八孙权啊，哪怕你八祖宗，或者是不只八一个，或者是当然他可能有他的想法，比如说孙权在他旁边，如果孙权是中内，对刘峰会进行重创啊，所以有一点小自私啊，他在他旁边嘛，扒的是李林和自己，对自己威胁大的嘛，有这个想法，我估计有这个想法。哎呀，可惜黄盖不是我们的啊，但是我们捡一个二张其实也是不错的哦，对不对？二张也是不错的呀，对吧？只要能肯给我们牌。